这里虽然呢感觉好像是不丹的一个小村落，是，但是呢所有的观光客都会来这里，甚至世界各地的明星重要人物也都一定会来这个村落。为什么？这个村叫做那个村。哪个村？那个村。哪个村呢？那个村。Come come come come, OK OK, come here, come here, 那个就是那个，哪个？这个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有一点害羞啊。其实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文化，他们这个算是他们的阳神。就是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法力，因为像在不丹呢他们以前生活非常的困苦，嗯，所以他们繁育后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们连可能自己吃饱都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了这个就是男根的这种崇拜。来到这个不丹最有名的超级神话之村，那个村放眼望去，每栋老房子外墙都会有羊具的图腾。听导游说，以前的不丹真的生活比较辛苦，医疗环境当然没有现在好，繁衍后代困难，因此衍生了男根崇拜。尤其是这个村落，更是闻名世界哦。听说这边就是有一间寺庙，就是那个寺庙供奉的是以前他们有一个疯和尚。然后风和尚类似像济公，对对对，但他法力无边，非常的厉害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他有来了一个狗头的妖魔，嗯，然后他呢就是要消灭他。那消灭他的时候，他拿的法器，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对，想象一下，拿那个法器，然后喷出火焰，然后消灭了那个狗。没有办法想象，不能想象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世界各地都有，嗯。你仔细观看它的话，是它除了有就是一些，就是长得非常茂密的东西之外呢，它还有海，不是这叫什么仙带哦，就是会让它飞的感觉，跟水柱、水滴。OK， yeah， 你只形容的对，就是有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对对对，这个是会带来好人缘的哦。你会看到它整个村落里面就会有充满的这样子男性象征的图腾。那你人缘这么好，是不是偷藏了几个？啊，我是用真的，我是用真的。你是啊？没有，对对对，你喷个鬼，你喷个什么？喷个什么东西？你乱来。乍听说是羊具村有点害羞，不过呢风情民俗不同嘛，不丹人相信羊具是属于纯阳的正物，是可以带来正面能量的。而且听导游说，这位风和尚朱巴坤烈是不丹人生性的高僧，他用离经叛道的方式宣扬佛法，最负盛名的形象就是用羊具斩妖除魔，据说来这间寺庙参拜求子百发百中。我翘啦，终于到了这个门口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千美拉康。千美拉康这个寺庙非常厉害，听说世界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，还有很多知名的艺人来到这边，为的是要求子。答对。哇，好好大 ，huge。我看到了什么？还有这个，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师傅要怎么样帮我们做这祈福的法事。很多当地人，也很多外国人有来，这个都是。之前来到这边参拜，然后后来有孩子的嘛？以前他们来这的时候看到两位而已，两个人没有孩子的参拜，回去有孩子了。哦，这些相片都是他们啊寄过来。哦，你看每一个妈妈的笑容都是非常非常的灿烂，就是得到孩子的那种。很多外国人都是来自。对，你看哦，非常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哎，我的天哪！你说这边真的是法力非常的强。嗯。那这个仪式，请问一下，仪式是要用到这个法器吗？还是后面那个小的法器？这是小的。这个法器。阿尼莫。你就拍阿达桑。可以的。嗯。交给你。张爸张妈，准备好要当爷爷奶奶喽！啊，为什么一脸？我要当爸爸啦！现代人越来越晚婚，而且在步调超快的都市生活，压力真的很大，怀孕不容易啊！听法师说，这里可是有许多大明星都来求子哦。今天我们看爱玩客的有福了，我们请师父帮大家求子求平安，包你2016年好运到。不过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大大靠你了。男生不拿不行。那我也，那这样子后怎么好意思？小英 ，Come on baby， 相机拿下来吧。记得要像抱 baby 一样，
可是我刚刚不是夫妻耶。所以我这样回他可能会。做不到。哎，我会小心。我就。方式好像啊 ，like baby， 像抱一个孩子，抱一个孩子，对，要拿在手上摇他，好重，我重是不是？重，你要转三圈，要在庭院抱着那一根羊具，然后绕三圈。相信企划现在心里 OS 是钱真的好难赚，居然还要当替身。不过为了观众朋友甘之如饴啊，为了将幸运分享给电视机前面的你们，首次荧幕曝光的神圣仪式全程公开，注意啦，你要好运到啦。这如果两个原本不是情侣的人来旅游，这一段就是会对，就一定促成他们，而且我们还有接下来几天的旅程，让你们可以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少颖，你刚刚抱着我们的孩子在外面，你刚刚抱着在外面转一圈，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觉或变化？因为刚才看到那个相册那么多，那个笑容，对，而且就会觉得，如果我是真心的想祈求的话，好像就是会得到。最近他一直跟我说，他要在三年内结婚，而且我现在是一定会生小孩。对，他是包生，如果他很会生。哎，这个骰子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你骰出多少，就是你会生几个孩子，这样是吗？但是我看，所以他会生11个孩子，这是一个足球队吗？而且他这个骰是什么意思？是会生几个孩子吗？11是护法的，我会生出护法。他不，他帮你护法，我有护法，你会生孩子来。我会生孩子，对，保护的法力在。哦，这个是你要男孩还是女孩？你要像，然后哪一只？里面有名字哦，孩子的名字。但是要想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心中啊 ？Good name 吗 ？Good name is 你的孩子是女孩，是啊，名字 Good name 芝麻 ，Good name 芝麻。恭喜芝麻妈妈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感谢企划大大牺牲成全，让我们得以把完整的求子仪式首次在荧幕上曝光。听大师说，只要相信虔诚的祈求，自然好运到了哦。不过来千米拉康寺庙，当然不止求子求女，还可以请求平安祝福哦。老东西，这是弓箭，这个弓箭是什么？但复活说用过的哦，弓箭，是不是康妮用过的一个弓箭的弓箭？这是被加持过的，是谁的羊具？啊你。从象牙出来的啊法器，法器也是加持过的啊，加持过。他现在要帮我，他要干嘛？我怎么莫名其妙就被祝福？我刚刚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是准备好直接来嘞。没事吧？深呼吸。我知道他可能让我非常的，那就是平安，然后得到喜乐。这个就是祝福的意思，是祝福。OK。是第一次被这样放在头上，什么样的感觉？很开心吗？我很吓到，那个感觉就很特别，就是当头棒喝。当头棒，我现在一直都会有叮的声音出现，咚，对，所以哇哦，来到这边除了可以求子。师傅这边也会帮这个参拜的人一起祈福。完整的求子过程在此报告完毕。最后当头棒喝祈求平安，希望分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心诚则灵，诚者2016好运到。不过杨巨春的名称可不是说说，走过路过怎么可以错过？来去买个纪念品分享给大家。哇，这边哦，你看这边有愤怒像的很多的纪念品的东西。对，都是可以挂在墙上的。哎呦。这个厉害哦，这个会不会就是风和尚？看一下，它长在脸上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有点惊人。
这个很惊人哎，这边这个应该卖很多，刚才就有卖这种钥匙圈，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想要求生子啊，或者是求好人缘的话，买个这个就挺好的，或者就是送给你身边的朋友，他们想要 baby 很久的，这也可以。这个是通常爸爸妈妈挂在小朋友的脖子上面当项链，为他们祈求平安健康长大用的，阳气很足，驱阴辟邪，这样子挂在小朋友平安长大，对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可以挂了。对，这个就是 size， 其实你看这样子，你想要做个耳环是吗？他刚把项链放进去，他会不会？它是一个两公尺，哇，有一个，真的有一个小的。所以真的在他们这边，小朋友真的会挂一个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哎呦，超姐啊，你跳哇！太阳姐，什么？要戴墨镜是不是？小姐，你在买这么大根的哦？这行李搬得动吗？哎呦，这个哎呦，多少钱吗？2500块。对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还送一把宝剑。对啊，厉害了吧？你朋友要不你买什么样的菜色？这边应有尽有。他跟我说要这样大。而且要两大一小，因为我朋友他要结婚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来这边，然后知道这个很有名，对吧、啊？他也想要一举得子，就这么大。他是一个人要两大一小，耶、yeah, ，好不好？现在真的是生活压力太大，其实要怀孕真的不是很容易了、如果有朋友来到这边，然后你刚好身边有一些亲友，他们有这样的需求，你觉得他压力很大，然后但他们又很想要 baby 的话，在这边带一个回去给他们，祝福他们也是很好的。心诚则灵啊。开春就是要讨个好吉利嘛，没想到不单也能这样玩吧。我们衷心希望看完这一集，平常压力很大的朋友们，不论是生不出来，还是想要拼第二胎、第三胎，通通都能心想事成，好运到。